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这个图了哈，酒精灯在容器的左下方了哈，加热，那么水流动的方向为何？那你加热的地方它温度升高嘛？哦啊，这个水的话哈，它温度升高，它体积膨胀，体积膨胀它密度呢变小，密度变小的话呢，它的浮力变大，结果哈，它就往上跑。哦，就是说你那个体积变得密度变小的液体哈，就往上跑，那密度大的液体就往下掉，所以它就会这样产生对流，我会这样跑，所以答案应该选甲，这两个都不是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A 呀、啊、，A 的话呢是甲，甲才是对的，所以答案是 A。